23岁的日本超人气流行教主卡莉怪妞，出道5年的她，近期在做第3次的世界巡回公演，从新加坡一路唱到了纽约，巡演第7站来到了台湾，时隔2年再度抵台开唱，身穿一袭粉色的连身裙，头戴金色假发，可爱俏皮的造型惊艳全场。